没关系，不要害怕哦，慢慢来哦。没错，很厉害哦。妈妈，我现在好像突然变得会骑了。好，那么妈妈要放手咯。好。没事了，还好，至少伤得不严重。你吓到了吧？是啊，大家都是这样学会的哦。妈妈以前也跌倒了很多次呢。